李同豪自由副刊。翻抵家门，掏出的锁匙尚未插进钥匙孔，门里已传来殷切的呜咽。前脚才刚进门，一只白色的狗便冲上来，欢快地在我腿边打转。白狗仅三只脚，但动作仍灵敏的如奥运花式溜冰选手。回家流程是这样的，我蹲下来摸摸白狗，不过于冷淡，也不过于亲切，安抚白狗情绪，要它不要这样躁动，旋即脱去鞋袜和牛仔裤，放下钥匙和背包，径自往阳台。那儿有一只老黄狗倒在地砖上，把自己躺成一块脚踏垫。老黄狗15岁了，视力听力皆已退化，无法察觉我回家了。有好几次我见它一动不动，以为它死了。在我抚摸黄狗的同时，白狗会在一旁看着，大概知道怎么撒娇也没用了，叼着我脱下的袜子，小碎步地走向餐桌底的狗窝坐下，然后望着我。白狗是父亲养的博美狗，以购买取代领养，如今12岁了。白狗6岁那年，父亲肺炎过世，白狗因母亲受困于悲伤的情绪而疏于照顾，这个月罹患皮肤病，下个月被车撞成左后脚瘫痪。我看不过去，便从台南带了上来，反正家里原有一只狗，照顾一只狗和两只狗做的事情都一样。白狗也是有名字的，它在兽医院病历上的名字叫小白，但更多时候我叫它丽雪、泰妹、李芳文或者齐平，最后一个名字是当年看《甄嬛传》时觉得他撒娇讨抱的媚态，像极了大清后宫那些争宠求爱的女人。大抵知道自己体弱娇小，想要生存就只好极尽讨好之能事，但那样的举措和自己的性情犯冲，故而我更偏爱讨老黄狗一些。老黄狗行为更像猫，独立自得其乐，更有骨气一点。平日在家我与他共处一室，我看书，他发他的呆，我一时兴起喊他一声，他抬头看我一眼，人狗一个凝视，那也就够了。人生在世，最美好的关系无非是这样不远不近的作伴吧。当然我对白狗的热情也不是无动于衷，对他冷淡另一个原因是两年前带他去健康检查，兽医看了他的 X 光片，诊断他的左心室二尖瓣闭锁部全瓣气管塌陷，他一受刺激心脏剧烈跳动便要咳嗽，兽医建议不要让他太亢奋，然而他偏近友善热情，我对他冷淡一分，他就要对我更热情一分，但每一次亢奋心脏多跳了好几拍，性命就少了好几秒。就说日前小侄女自南部上来家中做客，白狗与小女孩两年不见，但一见就主，即在她身边窜上窜下，欢快的叫声翻译过来就是嘿，我没忘记你哦，我还是很喜欢你的。亢奋片刻换来是一夜的咳嗽，白狗咳嗽急急切切如骤雨，躺在床上听着心惊但最惊悚是突如其来的沉默，起身查探，黑暗里看着一双晶亮的眼睛望着自己才松了一口气。狗狗是屋子的心跳，当这个残缺的心脏停了，房子也就死了。李同豪与小白，李同豪提供，小白本人，李同豪提供。